这车河鳗啊，都会发现它都是大块的。今天依旧吗？对，我们今天不是河鳗不要切太小，太小了容易烂，不主要成型。我们改上花刀，好，变入味。嗯 ，OK。这样子给它，哎，我看到，断的，但是您这边是底部，它不是断开的，这有点像你以前做那个马鞍桥，哎，对对对，其实差不多。其实你看，要说起河鳗哈，最近如果说你呢经常去韩国料理店里面，会发现韩国人和日本人啊，他会特别喜欢这种。那么人体的强壮很重要，就是你得有精神，对，让人看起来呢精力旺盛，体力旺盛才是最健康的，才长寿。那这边大厨改完刀之后啊，你要注意到这个刀法，底部是没有断开。对。那大厨您要放在那边，要这样子给它煮熟吗？还是说焯水？焯水，焯一下水，去一下就是血，心。清血味，对，哎，加的是黄酒，黄酒，加点料酒，哎，多一点。我在想说，大厨，你看一般啊，在淮扬当地做这个鳝鱼机会会比较多，多做鳗鱼也算是淮扬当地的一个常吃的家常小菜吗？很多也是宴席的，因为在南方的什么宴席就重要贵宾啊，重要客人，就是还有我们的婚宴呀，都有这个鳗鱼，鳗鱼清蒸，对吧？红烧，对吧？你看，做了很多做法，客户来了。大家说到这个鳗鱼哈，还真是能够上宴会席的一种菜。是，这两年我们觉得鳗鱼吃的多了，以前像比较穷的时候，这个鳗鱼还是比较少，就是属于比较稀有的一个好食材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就把这个鳗鱼全部处理好了。大家看到它焯完水之后呢，它那个肉啊会有点分瓣儿，对吧？分瓣，有花瓣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好看，这个改造好看，容易什么？入味，哎，两个多点美观。OK， 那大厨这边我们要开始正式的做汤。首先我们要开油锅了，放点油。哎，我们要大蒜的炸一炸。哎，不放大蒜的，大蒜什么？大蒜香。你要整颗大蒜来炸它。对对对，它会很甜，然后会有点那个就是香蒜的味道。是，没错。因为这河鳗的人比较新奇，一般它要新奇的，就是影响人口，对，食欲。这个蒜香味覆盖了，增加人的食欲。对对对。好，这边这样子在锅中啊来回的搅动它，那这样子也是利于它能够把那个蒜香逼到油里面。我周围有好多人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说他在外面吃一些肉食的时候，他肯定会要蒜的，要蒜，对，他觉得这样会有杀菌的作用，这样比较保险一点。没错，但是你在锅中留一点油的，哎，蒜油，我们放点姜片，哎，葱，好，这样我们一起下，直接把这个我们的河鳗放进去，先煎煎它，煎一煎，哎。今天吃这个河鳗的可是够大的肉啊！哎，而且这道菜绝对是大菜，大块肉，哎，这是大火来烧汤，对，大火炒制呀，然后加酒，黄酒，大厨每次来的时候呢，只要做淮扬菜都会带着黄酒过来，对，就是，黄酒它会比我们的料酒那个味道，味道要浓郁一些，好，我们加老抽，就提色，提色，老抽用多少量，大厨？先炒制看看，就是干就跟着感觉走。哎，你看这就够了，已经很红亮了，再加就深了，就黑了。对，假如我们要是嫌不够，我们还可以加，哎，炒一下子，没错，这个酱油边酱油边炒一下子，我们可以下水，哎，加开水还是加凉水，大厨？加开水凉水都行，都行，都可以。好，来一点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这个水的量呢，大厨？完全就是没过，没不要放平过感觉，光平过，平过的露出两头就可以。好，那大厨，我注意到你这边这个板栗啊，是已经熟的，熟的熟的的，这是煮过的，煮熟的。烧开之后再放。这边大厨，你放的是蜂蜜吗？蜂蜜。为什么要加蜂蜜？蜂蜜红烧，现在的人讲究健康嘛。哇，大厨，你真的是淮扬人呢。你知道这在一个北方家庭中简直是不可思议，因为北方人不太爱吃太甜口的东西。对，因为这个放这个红烧的东西，你不放糖的话，口感肯定不好，没有符合口味。OK， 哎，这是淮扬大厨的蜂蜜，建议它符合口味，然后吃的又吃了甜味，哎，加点蜂蜜，还有营养，甜度是比较合的，比较柔一点。到时候这边你再这样子烧的时候，就需要加糖了。对，这个是加点盐，加一点点盐，因为酱油的颜色那个口味会咸度有点够。哎，来点盐，一点点，这是一个调味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的板栗啊，就等它一会儿开锅之后呢，再把它下进去。那我倒想说，其实板栗真的是，因为它被称为是肾之果。对，是不是就是对男士很好？因为它本身呢，它这个蛋白质含量啊是比较高的，而且非常优秀的蛋白质，吃了以后能强身体。对，小心这个。好好的板栗，处理好的板栗可以放了啊。直接放进去，这时候开锅了就放进去。这时候要烧多长时间，大厨？大概烧半个小时左右。那这边啊，我们烧着好吃的河鳗，那同时呢，板栗烧河鳗的制作步骤是：第一步，河鳗改刀切段备用；第二步，河鳗入锅中焯水，并加黄酒去腥。第三步，锅中入油，放入大蒜炸香，
再放入葱姜爆香，放入河鳗翻炒。第四步，加黄酒、老抽、蜂蜜调味，再加入适量水，放入板栗炖至半小时即可。这边啊，我们把河鳗呢最后要大火来收汁，收汁下。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大叔，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啊收汁，就是不会像您在这边收的那么猛烈。对，有没有感觉就回家里面收汁其实是个难题？对，没错，收不进去，收汁一定要大火，而且的话，看那个汤汁啊，浓度够不够？一个浓度不够，太多的话很难容易收。就是说你在之前控制水的量就要控制好，水的量一定要刚刚没过食材，不要太多了，要太多，因为太少呢也是收不好，因为没时间。好了，汁收的时候我们可以下点水。淀粉，好，湿淀粉加一点儿，好，慢慢的，这收汁的时候加淀粉其实很关键的，对，关键，慢慢的和均匀，然后推一推，哎，有淀粉就像是化学反应一样，也会像是变魔术一样，糊精化了，对，好，那这边收完汁之后呢，我们就能够上桌，但是现在我们注意到锅中现在有点要粘锅的意思，所以你赶快都把它动一动，动一动，然后这时候最香的是锅气。哎，这是锅气，这是有了锅气。锅锅现在我们稍微再把它包裹均匀它。哎，包均匀住，好，关火了。那这时候我们就直接给它盛作盘中就可以了。大厨为了更好的造型呢，会在这边给它摆好。那我给大厨端着来，真的像马鞍桥。对，河鳗应该是脂肪量会比较高，对，稍微高一点，那么嫩的感觉。但是呢，它比较香，而且它这种鳗鱼呢，里面的脂肪呢，大家也不用怕，它一般呢是不饱和脂肪酸多，说白了就是不太容易。